大家天天跟师父在一起，跟台长在一起，非常的开心啊！又盼了晚上了，对不对啊？很多人没拜师，白天晃到晚上。记住了，菩萨都在这个酒店上面，不是晃啊！赶快念经啊，念礼佛呀！而且在年三十之前要多念礼佛。什么叫除夕呀？去除昔日不好的业障。我们学佛人就是要去除昔日的倒霉烦恼，我们要有新的信心来迎接新的一年呐、所以赶快念礼佛，把我们的业障全部的忏悔掉，我们才会迎接我们春节的钟声到来呀、